cruising in my lane fast, call it high speed. I've been working hard, yeah, I've been working nightly. If you think you'll win, ha, nah, I'm likely. I be taking shots, yeah, cold-blooded, icy. Watching numbers grow is what I call sightseeing. In the front row, run it up when they hype me. The following grows, they know how to ignite me. Call me CEO, I've been running right, see. And I ain't playing games, I create my own lane. Making pleasure out of pain, turning losses into gains. I'm the boss, I'm making change. I've been rocking this exchange, popping off and risking things. Gonna make a name, I just wanna be famous. But I don't want that cheap fame, no I'm not that vain. I just wanna be greatness. Hello， 我是 DS。结束七天的火炬之旅，回来玩个魔幻流派。这季忍者网呢，胜中使用率直逼第一名啊！目前呢，与瑞眼同为 13%， 小输一点点而已，并不是因为老头整形变好看了，而是魔幻系列大 buff， 现在也是一个低造价有强度、高造价也能持续提升的流派了。而我今天要介绍同是魔幻系列，但我们手持沉默之雷来释放天雷蜘蛛。天雷蜘蛛轨迹版本我觉得非常的帅啊，也蛮像我之前在第一幅中游玩的电球法，配上天雷蜘蛛的绚丽重心 skin 真的是非常的好看。台版先前呢有莫名的大地主信仰啊，不知道为什么大地主的价格始终非常的高，明明一堆人都打烂了，甚至无名先知也一直开送，所以那时候我就还在犹豫到底要不要改拿元素的庇护，还没想好呢就先跑去玩火炬啦。最近回来查一下价格，物价依然非常的稳定啊，可能大地主的价格也一查下去居然只要两神圣石，所以呢就直接把这个流派给组起来啦。不过呢我的流派还是有用到一些比较贵的道具，像是魔血以及假掰珠宝。魔血现在台版一条大概要110到125神圣石左右，假掰呢则是要看数值，落差其实还蛮大的，而且呢玩一次乐透大概就要20神圣石啊，自己斟酌一下。这两样道具呢都是属于有人会更强，但没有也是能玩的，尤其像药剂也没有减少消耗的嘛。魔血的效果主要就是染加原效果强化，像是呢我这边有使用到风暴笼罩加药剂的避免感电几率，配合魔血增加效果，避免感电几率达 52% 就可以获得 100%的元素异常免疫，如果没有魔血的朋友可能就要多塞一颗避免感电几率的珠宝。刚好呢避免感电几率是在深渊珠宝上面，你如果穿冥河腰带刚刚好可以补上的，所以呢替换的方式还是有的，并不是完全绑定。再来讲讲魔幻改了什么。魔幻呢其实就改了一点，以往的魔幻呢是看魔力的消耗量，现在改成了未保留的最大魔力量，简单说就是以前要看剩余的量啊，如果残量太低就会导致伤害变低，而现在的版本呢只是看你的最大总量，不管你现有的量是多少，它就是看你的最高上限的魔力量，可以说是大幅度的提升了用法。像是呢你再也不用担心地印直接榨干魔力啦，配上沉默之雷还可以直接插槽触发无消耗呢，也就是这一点改动啊让魔幻的使用量直接飞天啊。其余的比较热门大概就是冰霜、星星、寒冰弹，相信各位应该也看过不少了吧。我这边呢则是改用沉默之雷直接触发，走一个懒人路线啊，再用大地主来辅助主手插槽的技能连线，只要将想要的技能连线放到大地主的插槽中，他就可以直接辅助连线到主手插槽，可以让沉默之雷这种插槽触发技能的武器呢获得六连的效果。头盔这边呢直接使用地印，魔幻改动后呢即便现在你用地印被榨干了也无所谓，直接开启秘能披风，高速消耗并堆叠法术伤害。手套呢使用硕者之处，高属性流派使用硕者之处还是最佳选择，且沉默之雷需要集中动作去触发，所以我们还是很需要命中的，刚好手套能透过智慧提供我们命中值。项链呢我这边是使用阿兹里圣辉，主要还是台版的巨狼之眼，属性配魔力的价格非常高啊，昨天查询大概都要40到50神圣石吧，所以这边呢直接使用阿兹里的圣辉，没有完美属性或低 low 的巨狼之眼，还不如直接使用阿兹里的圣辉。浮游便宜好用的就是原始精神，直接增加魔力、力量以及智慧都是我们需要的属性。腰带这边呢我直接使用了魔血，现在魔血价格也是越来越低啊，买一个尸体买一条几乎所有流派都是可以使用的，与魔血搭配的药剂记得都要洗出增加效果的，反正魔血可以不消耗嘛。其余的属性呢就看你要什么咯，我这边呢主要是拿避免感电减少诅咒效果还有移动速度，避免感电几率呢是为了配合风暴笼罩去拿取全元素异常免疫，最后一个呢我这边是拿元素抗性，因为我的戒指以及鞋子并没有太好，没有那种高力量又高智慧又带抗性的，直接使用元素抗性来解决抗性的问题。如果呢
呢，你的抗性都是满的，药剂呢可以考虑使用工艺打上每秒恢复 3% 的生命。我们呢有狂热誓言，可以转变成能量护盾的恢复，对于坦度续战力也是很好的选择。最后一罐药剂还是要配一个闪耀精华，避免混沌伤害直接把我们的魔力给扣光了。因为衣服呢是穿象牙塔嘛，它有一条词缀呢是生命值受到混沌伤害有魔力来扣除。如果你像我这样完全没有混沌抗性的，你没有喝闪耀精华就会瞬间被扣光。即便呢你有万魔也是一样的，但如果你有满混沌抗性，就自己看要不要喝别的药剂吧。喝着闪耀精华给能量护盾承受其实也不错，毕竟我们还有能量护盾偷取效果嘛。闪耀精华的工艺可以补上使用守卫技能时使用，这样就更能够按秘能披风顺便补状态啦。剩余的戒指啊、鞋子啊，就尽可能的撑高你的力量以及智慧，并且同时补足你的抗性还有魔力，全部都有很困难啊，就把最基本的先补齐吧。像是先把抗性补齐，再来是力量以及智慧的需求。天赋方面呢，拐了个大弯啊，主要是配合使用人格分裂，这边使用加智慧以及魔力的人格分裂，兜了一个圈之后呢，一个人格分裂可以提供73的智慧以及魔力。女巫上方珠宝洞可以放入灵体转换，可以把圈内的生命加成两倍转换成魔力。我这边呢还有使用到假白珠宝，你如果没有假白珠宝，一般的珠宝就是使用增加魔力啊、增加力量、增加智慧这一些，越多越好。如果有假白珠宝的话，就要洗成魔法阶级的珠宝并污染，这样才可以使其得到加成哦。看守之眼呢，使用清晰而。万能量护盾只要有这个词就够啦，可以多拿1500左右的能量护盾。星团珠宝呢，这边使用闪电伤害基底8天赋的重点词缀就是灵光乍现以及风暴狂影，妥协一点的就是灵光乍现就好啦。而且如果要让他们同时出现啊，风暴狂影必定是在后边最远的，因为灵光乍现跟风暴狂影都是前缀天赋啊，而剩余的后缀天赋则都排序在风暴狂影的上排，也就导致了三天赋情况下，风暴狂影它一定会在后面。升华这边呢，使用神宗魔力流的老祖宗啊，神圣指引跟意识圣殿最为的重要，给予的范围效果也可以提升天雷蜘蛛轨迹的打击范围，对于刷图帮助是还蛮大的。剩余的升华就选择力量定罪以及秘能庇护，应该说呢是其他也没什么好拿的。你如果不想要力量定罪的四颗耐力球，也可以选择无上奉献去拿 30% 范围效果。至于 50% 的非伤害异常状态效果，则看你如何使用。我这边用了风暴笼罩搭配药剂，避免感电几率去避免异常嘛。点了这个，也许你就可以换个配置啊。技能方面呢，参考摘要就可以啦。使用的技能其实只要是电系的都是可以的，像是我试了一轮电系技能，像是什么导雷天堂啊、电弧啊、闪电星星等等，感觉效果都没有天雷蜘蛛轨迹来得好啊。而且天雷蜘蛛轨迹真的很帅。身体的主要连线呢是让你乱飞的闪电传送，之前看到不少人把闪电传送卡在12等，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啊。后面呢有人解释才知道，有人因为呢闪电传送太高等，伤害过高，会导致飞过去就把怪给打死，导致旋风斩无法顺利的偷取魔力。但其实你如果都是刷什么机制甲虫 T16 跟 T17， 我是觉得升上去也没什么关系啊，至少我没有这样遇到什么大问题。你如果有觉得不顺呢，就自己往低等去调整看看吧。打王的时候呢，记得开一个秘能披风去刷第一拿伤害哦。这流派整体来说呢，简单操作便捷，问题就是画面有点花、啊、不太能打的词缀大概也只有降恢复跟不恢复，然后命中降低也建议不要打，元素反射也是，降命中词缀会害沉默之雷，挥不到怪也就没了输出，要打还是能打的，就是比较不舒服。分享给对雷锤有兴趣的朋友们参考，雷锤毕竟是远古时期的热门武器啊，时代变迁沉默许久，现在要来轰烂你的眼球啦。觉得影片不错的话，别忘了帮我点赞分享，才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咯。我们下次见，拜拜。